不鼓励哈。对，这个李想红也不是这样。场上是有，其实第三节比赛节奏已经变得有些混乱了，因为刚刚又是云豹发生一次失误，现在往外交林书豪，这个三分出手没进。八分的差距，哎呦哎呦，哦，怎么又来了？哦，这个人是昨天闹事的那个。我们尽量不让他上镜头啊。我觉得这一辈子虚度出这个职业运赛场的了，哦，一辈子啊，真的不用再进来。啊，是相当不鼓励这种行为。来了，哦，这个人是昨天闹事的那个。我们这个鲁汤。真的非常不鼓励哈，对，这个李想红也不是这样。场上是有，其实第三节比赛节奏已经变得有些混乱了，因为刚刚又是云豹发生一次失误，现在往外交林书豪，这个三分出手没进。八分的差距，哎呦哎呦，怎么又来了？哦，这个人是昨天闹事的那个。我们。尽量不让他上镜头啊！我觉得这一辈子虚度出这个职业运赛场的了，哦，一辈子啊，真的不用再进来。啊，是相当不鼓励这种行为。这是相当不好的行为，相当不好的示范。这种都是要报警，然后留案底的哈。嗯，对，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。是。比赛也终身禁赛了。